早安，今天现在是时间五点多啊，早上五点多。然后为什么我这个时间这样早起耶？为什么我要这样早起来？是因为我要回去我的母校啊，就是小学。然后现在是时间大概是五点多啊，然后这个是我的母校啊，这个是我的母校。然后不止我一个来啦，还有我等一下会有朋友一起来啊。然后现在我就要先去等我朋友先啦 ，OK。我的朋友已经全部来了啊，这个是我今天约来的朋友朱胜，他拿着我的脚垫过来，然后这是我的老同学，我一个老同学，他举手打一个哈喽，然后这个也是我的老同学哈喽。你没有觉得他长得像谁了是吧？那个后壁他们的朋友林尚进他们的那个 Karen 是有点像啊，是有点像啊。好可爱啊，小弟弟小妹妹。你们几点回班？差不多，等一下做完游戏先了。做完游戏，然后你们怎么办？六一。要我过去吗？要。要 ，OK， 要我过去 ，OK。最多。没有最多。四个里面。你觉得我们怎么这四个里面？多偏向啊，长高一点啊，这个啦，这个。像大了。像大了。带学生可怜，没有班要收留我们，怎么办？没有班要收留我们，不能这么快就先停了。
会有一个人相信我。Henry 做人家 cameraman 啊，看到吗 ？Henry 做人家的摄影师。Henry。Thank you.